今天呢，圣哥要来给你。好，在今天这个大年初一过年年味满满的日子里，我们理所应当呢，也要来一个新年的特别企划啦。今天呢，圣哥要来给你。总共有九包红包，6000块的一包，3000块的有两包，1200块的有四包，600块的有两包。每一个人有一次抽红包的机会。还好阿强没来。我看先去拜拜吗？我为什么要拜拜？让他帮我看一下是哪一包6000块。我可以先去拜拜吗？这个拜拜会拜得准吗？要不然等一下我们来做一下实测。好。然后嘞？每一个红包里面也都对应着一首新年歌，如果抽到哪一包红包的话，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演那一首。谁要先来抽红包？先去拜拜。先去拜拜。哎，你等一下。我们西芹王爷最灵，对不对？我的6000块。乌龟，你要拜吗？西芹王爷，帮我看一下哪一包是6000块。好，谢谢。6000块。6000块来了。我原本今天呢，预想阿强跟坤坤都会来，所以抽4组。那熊熊啊，熊熊可以抽啊，熊熊可以抽、啊。熊熊等一下抽一包啊。哎、欸，熊熊可以抽，熊熊可以抽。谁要先来？我先考虑。好来。紧张，紧张耶！之前我也有看到吗？看不出来啊，我刻意选那种很厚的，让你们不会看到透光。好，选定你一首。啊，我看到现金了。多少？1200块。来，里面有一首歌，把它拿出来。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来，接着我们来演奏。恭喜恭喜！这是一首歌。对，就是每一个红包里面都会有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要有高的，你要夹倒一个。哎、欸，你只能选一包。你的鸭骨，快点！你的鸭骨的钱。哦，这包这包。你的汗好水。快来，爸爸代表开。熊熊熊，熊熊，你哪听到啦？啊耶！鸭骨啊，喜羊羊。那接下来换乌龟师傅来抽红包了。
这个要技术，你知道吗？我有拜拜都才1200。这样凭手感。不能摸哦！他摸我，刚刚就摸了，好吗？我可以摸到吗？不可以摸，那就要超能力了。看不出来了，真的看不出来了，只能摸一次了。下好离手，那个就是那个。我也来喝啤啊！我要喝啤了哈。这个蛮厚的哦，蛮厚的。真的假的啊？真的被你赚了2000块。我没有在跟你们假的啦，我们来看一下6000块里面的歌是什么歌？财神到，财神到，我不服，他没有换过来，是请我名字，五染一罪啊，五化几心啊，我也还喝别啊，每天都是我在拜啊，好吧，乌龟师傅的6000块，6000块，恭喜恭喜。